的美女骑士放送隐藏声 V， 本名李瑞云的网络十大正妹之一 Vita， 昨天一早现身苗栗县汶水桥举办个人签名会，并发送隐藏版火辣声 V 签名照，吸引网友及车友蜂拥而至，大家都带着相机想要捕捉声 V 美景。拥有暴露身材、甜美脸蛋的她，骑机车技术更是一流，多次夺下国际比赛大奖，被网友封为声 V 女骑士。不过可能是天冷，昨天 Vita 穿着长袖衣戴毛帽，只意思意思秀出一双美腿。虽然车友有点失望，但 Vita 笑容可掬，与车友互动聊天，大家还是很开心。用新闻苗栗报道。